喜马拉雅山脉位于青藏高原的南缘，西起帕米尔高原，东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，东西长2450千米，南北宽200至300千米，平均海拔6200米。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上最雄伟高大的山脉，由数条大致平行的支脉组成，由北而南依次为大喜马拉雅山、小喜马拉雅山及西瓦利克山等。主脉大喜马拉雅山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40座，其中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界上的主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.43米，是世界第一高峰，如同一座美丽的金字塔雄踞在喜马拉雅山的中段，素有地球第三极之称。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，因为它真正成为雄伟的山体仅有几十万年的历史，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增高呢。藏语中喜马拉雅是冰雪之乡的意思，7000米以上的高峰，山顶终年被积雪覆盖，冰川广布。